了伦敦呢，耶！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然后我想快点去市中心看一下这个伦敦，然后也非常期待我们明天的 Burberry Show。这是第一次来伦敦吗？哦，对，是我第一次来到伦敦。那之前对伦敦是印象是？伦敦就是给我一种感觉高级的地方。OK， 对，所以出发吧 ，Let's go。刚刚到了酒店，我很累啊，但是希望明天我们的 Burberry Show 有一个给我一个 surprise 吧，好期待明天哦，晚安吧。我换好衣服啦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Burberry 的秀场，所以我们进去吧。好，现在呢 Burberry 秀要即将开始了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首先这个 show 呢，就是给我有两个不同的感觉，就是视觉还有听觉。你们看到的这里，其实很多的都是那种音响啊，它已经第一次你的视觉已经非常好了嘛，但是呢，它到中间的时候呢，它再来一次，就是重低音，好像叫你这个才是重点，这样的感觉特别有意思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值得。昨天呢 Burberry 的时候呢看不过瘾，然后我们今天呢特意来到 Burberry 的旗舰店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个挺好看的。你演的你都买得起。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适合我爱的人，我的妈妈，但我还是喜欢这双，这个挺好看，我真的喜欢这个，很容易配搭。大家我们去选一个礼物吧。我给大家选的礼物喜欢吗？大家除了在 Burberry 店铺购买以外，最近双十一要快到了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去天猫旗舰店 Burberry 那边可以买到 Burberry 的产品哦。哒啦！大家走累了之后呢，可以过来这里 Thomas Coffee， 然后过来喝一杯。还有你看这个蛋糕，它上面也有这个 TB Modelgram 的 logo 哦。
嗯。好，要这个、哎。对。那这样拍就好了。所以你自己有养宠物吗？我有，我喜欢小狗。喜欢小狗？对，我很喜欢猫，动物我都很喜欢。